都不好打了。对啊，他们只能不要拍一种东西。对呀、啊。我先怎么来？他们男的杀球蛮强的，我要买。线哦，好了，哎，硬打那道线啊，好，硬，然后再过去穿越在线上，看得这样子，他我是鹰眼呢，线手，哎，要付钱哦，那个才线手费用，那还是这一台做后面，他做中间，他可以在中间，坐这个位置又没用。硬就不需要鹰眼了好吗？那很明显在线要干嘛需要鹰眼是吗？很有道理。鹰眼剑神已经先喊鹰眼，鹰眼通常都是有一阵意识才需要自动，好不好？还要放你们死Thank you.
擅不擅长的，你在慢慢前后前后。刚刚谁？